叫陳仁佳，在60年代尾在麗苑大廈是跟師傅何金銘學詠春，他的師傅是現在很出名的葉問宗師。澳門呢60年代就很靜的，啱啱1、2、3號，咁啊，哇！你冚棒都係踩單車嘅，啊！你啊巴士都少有，冇話你揸架車。咁啊，當然啦，咁啊，因為澳門當年咧就確實係好單純嘅，咁當時咧就澳門嘅武風都相當盛嘅，咁所以咧就我哋澳門人咧就因為冇乜嘢活動啊，冇乜嘢娛樂，咁所以咧就係經啲朋友介紹咧，就話咁咧就上咗嚟學拳。我哋學功夫嗰陣時咧，又睇報紙啊，就佢賣報紙話要學詠春嘅，咁我同嗰個同事咧就一齊上嚟報名嘅。嗱，我初一上去咧，我就睇住嗰個招牌嘅，佢係喬澳詠春健身院，咁啊先至上去學。總之一報名交學費，開拳咁啊，又晚晚上去都係。就係、是、小鏈頭玩第一節咁啊，得起碼都要3、4個禮拜嘅，啊，淨係打第一節啫。啊，嗰陣時開拳好悶噶，哇！你捱嗰幾個月啊，非常之困難噶，係冇人騷你嘅，係咁小鏈頭，係咁懟，係咁懟，所以都要有一定嘅毅力喺度。如果你冇毅力咧，就根本留唔到喺度。咁小念頭咧，佢就係我哋詠春嘅基礎嚟嘅。咁佢一開拳就二字鉗釀馬啦。呢個就我哋詠春嘅二字鉗釀馬啦。做得好咧，我哋可以個重心去做得好。重心好咧，變咗我哋個平衡好。詠春咧，始終都係一種搏擊之道嚟嘅。咁你個平衡做得好，重心做得好，你先可以發揮我哋個手腳同埋整身嗰個攻擊啊，同埋搏鬥時嗰個技巧。反上嚟，反上呢只手咧就係將人啲手點樣去抵消翻佢。例如咧，你捉住隻手，係唔放你，你係好放鬆曬隻手，放軟曬隻手，將佢反上嚟，輕輕反上嚟咧，佢已經甩曬。例如你捉住我，捉住我，見唔見到？
係捉到實曬，唔咩嘅，唔好用誒，即係完全係唔放俾我嘅，我就會好自然咁，我係唔需要用力去做呢樣嘢，佢唔需要用力去隨我去點樣行。我哋詠春係完全講個中線嘅，咁我一飆上去我就攞咗個先機啦。咁對方嘅手去咗外門手啦，我開內門手，咁攻擊佢就好容易啊。當時阿葉問師公咧就嚟澳門，咁我哋咧通常都有一班師兄弟咧就帶佢周圍行下，尤其是當時澳門葡京酒店咧就係唯一個地標啊嘛，咁所以咧我哋都帶佢去葡京酒店嗰度影下相啊，同埋啊周圍行下咁啦。當時話師公上嚟咧，我哋都好覺得好開心啦，咁。亦都有揾啲好活躍嘅兄弟，就落去開門接佢嘅。咁事實上咧，就一次次上嚟都都好似前呼後擁咁樣推帶佢上嚟。不過係好快嘅，因為落到去冇幾耐，佢已經上到嚟嘅。即係俾我哋嘅傳聞就係話佢上樓梯係好快嘅。咁事實上好似係真嘅。師公咧，佢個人咧就好 nice 嘅，好好人嘅。咁同佢講乜嘢，佢都有講有笑嘅。所以咧，我哋一班年青人都唔當佢係一個老人家咁噶，直情好即係一家人咁嘅。佢對我哋澳門嗰班師兄弟咧，亦都特別好感情嘅。聽師傅講咧，佢好開心嘅，佢嚟到我哋嗰度都嚟過幾次嘅，嚟咗幾次。咁佢嚟到咧，如果四個字形容師公咧，就温文爾雅啦，就佢真係個態度令你覺得好舒服啊！見到面嗰陣時候，第二個四個字形容師公咧，就係相當認真專注啊！佢睇住我哋玩拳嗰陣時候，真係一絲不苟嘅，真係碌大隻眼耷低個頭放光咁睇我哋嘅。咁你話佢有咩嘅評論咧？就咩咩嘴笑啊，拍下手掌啊，即係佢個招牌嘅作風嚟。葉問之所以跟到陳華順學功夫咧，就因為陳華順咧就租咗我哋嗰間祠堂去教功夫。祠堂後邊有條小河咧，就通到去我哋住嘅地方。咁啊，即係去得去教功夫嗰度地方。咁啊，細路仔嚟講啊。佢對教拳好有興趣，所以成日啲踎喺住睇佢哋教拳。咩又話同我同華工啦，佢話想學。咁尾後嚟講，華工咧就通過咗我阿嫲，即係葉文忠接個媽媽同意底下，咁就跟華工去學。一路學到十三歲咧，華工就過身嘅。咁啊，佢同埋一班師兄，佢冇師弟噶，佢只有師兄嘅啫。哦，佢係最細嗰個，因為同埋一班師兄，咁啊送華工翻順德安葬。咁啊，佢十七歲嗰年就嚟香港入讀聖樹提反。
咁啊，因為有一次嚟講咧，踢一個波過對面嗰個牆，個個都唔敢攞，咁啊唔係點解唔攞翻啫？咁講，咁啊話嗰度啲差好惡噶，啊啲差仔你過去打你噶咁講，啊唔俾人過去噶咁講，唔係有冇搞錯啊？咁惡噶，咁盡條氣唔順咧。就過張過得翻個波，咁啊，對同佢一啲沙仔啊，咁啊，當時嚟講啊，打低咗佢幾個沙仔噶，咁啊一個對一個嘅啫，佢唔會困，唔會一幾個打一個噶，冇一個對一個啊，咁啊，當時啊同學啊嗰啲同學好高興啦，咁姓馮嗰個咧翻去講啊，我哋我有個同學。好好打，都是佛山嚟噶。咁當時嚟講啊，梁碧就喺嗰度做食客噶。咁啊，梁碧聽佢好有興趣，就叫嗰個同學咧就帶葉文去見下佢。啊，咁啊，葉文去到嘅時候咧，啊問佢：你都係佛山噶？咁講係啊。咁啊，係咪跟華工學噶？咁講。原来系你又知咁讲，咏春有几多个啫？喺佛山，咁啊学几耐啊？咁啊讲俾佢听。啊，梁碧咧就要求叶文同佢牵手。啊，叶文同佢牵手嘅时候咧，就感觉对方嘅手咧好有韧力嘅。啊，你话佢冇力，佢又有力；你话佢有力，佢就放到好松。啊。但是你想揈甩佢咧，你就完全啊，追住嚟噶，你冇你擺脱得佢隻手噶。咁啊，以前華工對過，遇到呢啲咧係咏春嘅高手嚟噶。啊，你小心啦。佢話即係葉問嚟講，同埋我唔少人知過手噶啦，我十七八歲啊，咁啊未見過啲咁嘅手。结果你点样打佢，你都打佢唔到。终归佢啊，俾佢用一下步伐掌。啊，张叶问弹得埋去，或者张本嗰度。佢咪即系话有下留一下底掌啊，用一下。咁样。嗰葉文當時嚟講咧，就有啲失落啊，因為以前個華工話佢好好走噶嘛，唔會逢敵走嘛，啊，點知家咧話自己好好走，原來都唔係噶咁講，咁尾後嚟講咧，個同學就再約葉文去見啊。梁碧，咁梁碧讲俾你听，你啲手都唔错噶，啊！但系对我对你嘅要求仲差好远，你有冇兴趣啊？咁啊，叶文啊，梗系兴趣啦。但系讲我嚟读书啫喎，我冇钱啫喎。梁碧话：我就话我要收你钱啦。啊，咁啊，嗰梁碧嘅对佢要求就系。但是你回到佛山你更加弱晒噶啦。有人问你跟边个学噶，你话梁碧咁就得啦。我新登嚟嘅时候。我六二年嚟啊，第一个年30万，就同埋叶文啊，我两兄弟啊，有几个师兄弟添，就去行花市，翻到嚟食啲嘢已经系好夜啊，一瞓落大约系个两钟到啊，乒铃乓啷拍门，咁啊，我开门，一开门咧系骆耀同王振良。啊，咁啊，要揾葉問，即係有啲功夫嘅地方要揾葉問去解決。
咁當時嚟講咧，王俊亮話咧，嗰只攤手咧，先擺嚟咁出價，落要話咁出價，咁兩個成個轉咗三萬都拗一下功夫，咁啊拗啊拗唔掂啊，最後各不相讓，走啊問師傅啊，啊咁啊半將近天光先至嚟問。咁啊，葉文正都攣攣碎碎，啊咩事？咁啊，我結果葉文個答覆佢兩個都啱，啊翻去啦。我哋一嚟知道詠春係好功夫嚟嘅，因為我聽啲同學講都知道係好嘢嚟嘅。咁所以當時亦都葉師傅就好風趣嘅，大家又傾得埋。咁啊，變咗一路即係好有心機去玩呢一門功夫咁樣。我師傅咧就係佢個人咧和蔼可親啦，同啲後生仔會傾得埋啊，就即係唔會分你個款外師傅。哦，佢係一個忠厚長者，就好灰鞋，好有才，但係佢睇人咧一流，到而家我仲係好佩服佢睇人。葉師傅認為你得就教你第二，譬如你玩咗第一次小念頭，他認為你幾好啦，今日教你第二次，有幾好就教第三次，亦都冇一個徒弟話追佢話我想學乜想學乜就冇嘅。啊，佢知冇人咁啊，而家啲人啊會叫師傅教乜教乜嘅，但係佢以前冇嘅。咁佢認為你幾好嘅教你，咁啊有程序嘅。小念頭、沉橋到標子嘅時候，我玩咧就一玩到標子咧，佢教你打幾十嘢裝，咁然後就跟住啊棍啊刀啊咁嚟學藝就咁樣。佢夜生活嘅，佢日頭好晏起身嘅，佢唔會話一早起身嘅，佢中意佢係飲茶。教完拳就去飲茶啦，去龍鳳啊或者勁畫。一定要。咁我哋嗰啲即係以前嗰啲師兄咧，都係。去那度先至認識到嗰啲師兄嘅。佢飲完夜茶，終於行花市。啊，有時誒有腳啊打麻雀，唔係行花市。行完花市誒，食上海嘢宵夜，即係冇兩點鐘唔會放你走。啊，兩點鐘嗰啲就放你走。所以學葉詠嘅嘢咧，唔係咁容易嘅，好辛苦要買啲嘢，要陪得佢買啲嘢，咁你先可以聽下講解下俾你。咁咧，我表姐就做戲嘅，紫羅蓮，佢同阿喘伯咧，大家就好熟嘅。喘伯啊，就喘伯李開喘，咁咧佢嘅仔小龍咧。跟我表姐年紀就差不多幾遠，但我表姐咧出得嚟耐，自己有車有別墅，咁啊小龍兄弟姊妹多啦，成日踎喺我表姐屋企玩，咁啊車佢周圍行啊，我哋游水啊，大班一班僆仔咁樣樣，小龍又唔識功夫嘅嗰陣時，咁啊我哋一次去鑽石山拍戲，我成日冇嘢做，僆仔就跟住表姐去啦，係咪啊？有時佢跟佢老豆去，嗰陣時有一個叫做邵漢生嘅。佢啲武術指導啊，咁啊佢啊跟邵漢生學，咁啊佢啱啱先開始學，我由僆仔已經學噶啦，嗰啲咩唔係手腳啫，佢係高大過我啲，咁啊後屘咧學下，佢又冇學啦，佢突然間又話詠春超我，我聽都未聽過詠春，佢話嗰兩三個月佢同我師喎，嗰陣時喺保樂行，我表姐喺保樂行住，喺騎樓師。乜鬼嘢嚟？佢咁亂嚟嘅機關槍咁樣樣嘅，冇佢負壓，咁打到面血唔得，地方唔夠，上天拍又係唔得。後屘嗰陣時，香港咪有個叫京士柏，京士柏再去山邊再打一次唔得，啊，跟佢見下你師傅，咪再揾葉老文，咁嗰陣時開始咯。佢嗰陣時玩咗三個月啦。乜都唔識嘅，扯空除嘅啫。
葉魯文咧，好有深度。第一咧，佢脾氣好，脾氣好。佢我當時咧，我第一個月跟葉文，未到一個月咧，我就嗰陣時我喺 Saint Francis Xavier 喺聖方濟，咁啊班咗七個同學去跟葉文學。當時咧，葉文咧好窮，食完依餐，聽日冇食都冇事。咁你哋帶我帶咗七個同學去幫好大，但係嗰七個同學咧學咗一個月，全部唔嚟啦。咁啊，係人都知嘅，心尾點解唔嚟咧？我有六個同學就跟咗上田。一個就跟住王新良，當年咧，佢哋都未有武館嘅，自己出去教。當年環境好差，上田咧，佢就喺邊度咧？喺培正後巷，培正中學後巷教。如果你係師傅嘅，你數埋得個十零個徒弟，啊，突然間走咗六個去跟你個徒弟學嘅，你興唔興啊？聲都唔聲，提亦都唔提，揸唔住。見到面一樣少少口，即係點樣講咧？好有風度，二老問係咁樣嘅。琴橋咧就最注重嗰個係放手啦，同埋坐馬行，即係例如而家咁啦，就係、是、咁樣抵消即係、就是、個敵人嗰個攻擊，同埋將個重心轉移。佢如果你再翻手係啊，即係將佢個催避咗佢個攻勢。陳橋，我哋練依下第二節嘅時候咧，我哋行咧就打橫行，但係用咧就向前嘅，就咁樣逼嘅。我哋用嘅時候就咁樣逼住用咯。啊，用嘅時候我哋係向上向前逼嘅。去好多，成日去澳門探金明噶。點解佢同我師公何金明又咁？佢係啊，係啊，有啲好啊。因為金明我最記得有一次，夜晚就夜晚先有人教幾個人，其中唐祖智都有份，李偉智啊，其中請個葉文去教啊，那個楊福寶個老闆叫彼得鄭啊，咁啊就啊佢。佢生咗啲嘅大嘅，咁佢又中意學功夫。咁當時金明
在香港比較困難啊，咁啊，佢就首先帶金銘去喺嗰度同埋一齊玩，聽佢哋認識咗先，跟住咧冇幾耐咧，彼得艇直情請咗金銘喺嗰度做職員啊，咁啊即係係葉問有心安排噶。啊、所以我認為葉問對金明是挺好的、啊、在很多徒弟之中葉問是對金明是特別好處 好一點的，以我的看法我的感覺、啊、我們初初跟葉問之的情形呢，就何金敏那人跟著葉問的，葉問很多時候來救我們，何金敏來幫救，咁所以我哋至少咧，大家都即係好似兄弟一樣咁，因為成我哋累聯絡即係幾十年都好似好密切嘅樣。佢好勤力噶嘛，何金銘係，即係佢玩功夫咧就勤力到而家啲人我睇到都唔係有幾多個可以有佢咁勤力嘅啫。佢哋玩到小念頭啲攤手，真係啲汗係咁滴嘅，成個地下都玩到流汗嘅你。你話好緊要嘅，淨係玩個攤手復手都已經即係咁勤力磨嘅。咁佢我嗰陣時成日同佢玩嘅時候咧，佢都係即係佢嘅內門啊，好犀利嘅。咁何金銘咧，就因為佢勤力咧，就變咗即係你啲人就唔覺佢同係周圍去應酬啊，佢根本成日中意玩功夫。師傅何金銘咧，點解會咁用心教我哋咧？其實佢個個都咁用心嘅，只不過我哋咧就肯學，佢咪肯教咯。我哋又尊重佢，我哋亦都自己肯學。每日嚟到咧，淨係磨小念頭都起碼六磨半個鐘頭，先啊佢捉住我哋咧就到我哋玩尋橋嘅時間啦。佢真係喺你面前咧，日日都係捉住你玩尋橋，就係、是、玩成半粒鐘，佢都係咁。我攰啦，佢都係咁射過嚟嘅，即係話。一拳一拳打過嚟，你咪一下一下咁綁啦，就係、是、咁樣就，所以我哋個尋橋咧個根底咧就特別好啲咯。師傅咧就好低調嘅，佢又好唔中意應酬，佢最大興趣就教拳，佢又唔曝光，又唔應酬，所以喺出邊嚟講咧，好少人見過佢，都好少人咧認識到佢。呢個係佢性格，呢個獨特嘅性格嚟嘅。去多倫多探師傅咧，咁啊一去到一個就好震驚嘅就係、是、師傅喺嗰個療養院嗰度咧，同以前係完全啦。以前佢係好靈活，一個武林高手咁啦。去到嗰度佢已經係一個唔能夠自己照顧自己嘅長者啊，對我嚟講係好大感觸啦。一個震撼，係好震撼，好大好大感觸。佢好記性，同我講。詠春的馬步啊，喺紅船裏邊點樣企得穩？紅船喐緊嘅主係馬步同重心啊，咁同我即係佢會講就同我仲係講翻拳。師傅最大嘅興趣仲係，儘管係佢仲係講拳。佢去到佢又睇嗰個武林風之類嘅錄影啦。咁佢又講個邊個打得唔好，點應該點打？佢儘管係到咁樣坐住喺輪椅，師傅心裏邊一樣係咁熱衷詠春運動。詠春點樣傳播啊？點樣為之打得好啊？佢始終係呢樣冇變。陣時你跟葉問係幾多歲啊？我。我三十幾歲。你跟葉文啦、師公啦，佢點解教你咁多咧？我讀書唔得，唔俾老豆提仔，唔啲大子個個喺大學畢業，乜嘢細佬喺度，大學畢業個個都係我唔得。呢樣嘢又好，俾錢學我學好一樣，唔理啦，佢執。得唔得咧？我拉用幾多個鐘頭係開始嘅，我就玩嚟捉。哦，嗱，詠春之手係講知覺嘅，
咁你同佢黐手嗰個時間，通常你用即係、就是、用咗幾耐時間，你先係領悟得到嗰點力咧。咁你有咁耐嘅話，全基礎好易嘅，你已經知道係點嘅，應該係全部係咁啊，即係唔知誒嘅關係。所以，但係你學咗即係前後啊，大概幾多年之後先出嚟教咧？我七年，七年即係出嚟教。因為他很大年紀才學的，三十幾歲，這樣呢變了呢，他就自己學成了之後呢，他就很喜歡那套卷呢，他就不想說呢就失傳了、你肯學他就教。其實標示我哋救手嚟嘅，譬如我打失咗一球咗，我係咁穿埋佢，係咁穿出嚟。當對方屈我手嘅時候，我做出嘅反擊。好，而家再示範多一次。當對方一錘打過嚟，我將佢捉住，將佢帶一帶過依度，一錘打上去。我而家喺1960年代嗰陣時咧，我就跟一個同學一起上嚟咧詠春嗰度學拳嘅。咁啊嗰陣時好細嘅啫，嗰陣時係13、14歲咁樣啦。咁啊整件事嚟講咧，學拳咧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嚟嘅，因為之後我所用到嘅咧，即係唔係喺搏擊嘅上面，而係喺詠春嗰個佢嘅原理嘅上面，同埋佢嘅哲學嘅上面咧，我喺人生嘅裏面咧都用到好多，同埋咧最重要咧就係俾到一個自己咧好大嘅一個信心嘅。你出嚟做人又好，面對任何一樣嘅事情都好。最特別對我嚟講，當年咧就係應該係出賽咧，叫做出賽咧，就但係出賽之前咧，我哋要減磅，咁減磅咧就由幾個鐘頭內就由118磅，當年的118磅，搞到108磅。那個方法咧就係用嗰啲棉胎攬住吸住，咁啊喺度跳啊，喺度運動，接幾個鐘頭之後，
又真係減到十磅，就嗰個就而家都記得。我記得玩少年頭咧，上到嚟初初報完名咧就開拳玩少年頭。嗰陣時阿炮先就教我開拳，咁跟住咧玩成個月都係少年頭，就玩咗玩完少年頭啦，熱曬身。每次玩少年頭起碼有十五分鐘，淨係玩第一節，十五至二十分鐘最少噶啦。咁咧玩到嗰個手踭都滴曬汗嘅，都係咁練嘅。咁後來咧，就師傅翻嚟執我咧，就好嚴格嘅。當時落個馬啊，同埋嗰個位置咧，都要啊玩到咧佢滿意為止。尤其是咧個手指頭咧，一定要夾住個手個手啊手掌嘅，同埋抽好個拳頭，又落好個馬啊咁樣。後期咧就我哋嗰班人玩詠春嗰班人咧，就相當之齊心啊。咁咧就一直當時成幾廿人咧，即係差唔多係一日玩幾次嘅，即係成日。總之你得閒就上去玩，得閒上去玩。咁咧嗰時凝聚咗好大班人。咁所以後期咧，我哋覺得咧應該係要成翻一個會，因為我哋嘅前身咧係叫做係學校嚟嘅，係武術學校嘅。咁但係後期咧就因為係運動啊各方面嘅嘢咧，咁我哋覺得我哋應該成立一個總會咧，即係咁係啊咁樣開始嚟組織嗰個會啦。其實當時咧，詠春同學會咧，當時我哋報名嗰時候咧，點解一定要登記得好清晰咧？當時因為咧，凡係學過武嘅人咧，當時澳門司法處啊叫做係要登記，知道你哋學過武，等於你哋有武器。不過佢哋當時係好嚴嘅，一定要我哋係要交證件去登記。即係麗苑大學對我嚟計咧，個印象就好深。咁咧就而且佢好處有個天台啦，有個天台即係變咗一面過啊嘛，個面積大好多啊咁樣咧。咁樣就都覺得係都當時嚟計叫幾理想一個練習嘅地方。當年我哋施工啊，葉問，我哋叫佢施工啊，嚟親多數我哋咧冚唪唥走曬上嚟天台嘅，咧多數企曬喺度，喺嗰邊就影大合照。以前咧就每個時間有一段時間咧，我哋就喺度練啊搏擊嘅。喺嗰度咧就畫咗一個框，一個好似擂台咁樣嘅框喺度。好多啲兄弟啊嗰啲翻嚟睇打嗰、那個，即係好似自己練習啦，即係好認真嘅，著曬甲啊，打曬戴曬拳套啊咁。講下都四十幾年前嘅事。咁咧佢哋咧就坐曬喺兩旁。咁咧，仲有咧，我哋準備咗咧兩桶水嘅。嗰兩桶水咧，愛嚟做咩咧？洗面嘅，即係打到咧鼻血都出曬嘅，好認真嘅。我記得有一次咧最犀利咧，就話兩個拳手咧拉住，就一放咧，個兩個砰咧就衝埋去俾，呢輪打到鼻血都出曬噶啦。咁咧就要吹雞嘅，我即係嗰陣時就係咁樣。講下咧都幾廿年啦，講真即係好難話聚翻一齊嘅啦，依家嘅時間，但係都呢度生曬草，冇人理嘅，依幾廿年啦，呢啲嘢都咁啊變咗咧，而家上到嚟覺得好似荒涼、好唏噓咁樣咯，覺得就變咗，即係冇咗以前嗰種熱鬧啊，嗰、那個氣氛啊，阿師傅喺度。師傅喺度教，諗喺度，好傷感。依家好難翻轉頭嘅時間就，一日一日咁過咗去。
大家都几十岁啦。打鐘是重不重要呢？其實在打鐘來講，就是給我們模擬怎樣去攻擊對手。其實我們也沒有可能有那麼多機會去打交，變成是練習攻擊對方，或者叫做靈活一點去運用這套拳 的精髓的。我们今日的傾偈的对象呢，就是佛山南海区獅山工作站罗村工作办主任的张如平小姐。张小姐你好。你好陈师傅。是啊，那我们知道呢，佛山呢近年在这个政府的支持之下呢，咏春祖庭的地方的发展呢是非常之蓬勃的。刚刚我们就过了这个11月月底的一个世界咏春拳大赛了。因为去年呢，我们澳门咏春方面都有排队参加的。咁喺印象上面咧，今年你哋嘅進步咧係非常之大嘅嚇。咁所以嚟講，譬如你對呢方面有乜嘢想話俾我哋其他嘅一啲嘅觀眾知咧？
我哋呢度咧就係、是、葉問紀念館，咁就喺葉問故居嚟嘅，即係我哋呢度就係葉問宗師嘅故鄉。咁我哋政府咧就咁多年以嚟咧就一直都致力去推廣詠春呢個文化，好注重傳統嘅武術文化。咁所以咧，政府就每一年除咗硬件同埋軟件咧，都投資好大嘅。咁我哋首先咧就硬件方面啦，咁我哋政府就出資喺寸土寸金嘅一個地方，攞咗600万出嚟建設呢個葉問紀念館嘅。咁就攞咗笪地，呢笪地係無價嘅咧，因為而家寸土寸金好值錢嘅，係啊，但係政府都願意免費攞出嚟投建呢個葉問紀念館，係啊。咁我哋點解要做呢個紀念館呢？第一，我哋有一個文化嘅載體喺度，一個武術文化嘅載體，咁令所有世界各地嘅人過嚟咧，都可以了解到葉問詠春文化。咁我哋喺館入邊藏嘅唔單止係歷史，咁一個源流落嚟，等大家知道全世界各地原來詠春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大家庭，全球性的大家庭，令大家嚟到呢度咧，就知道葉氏詠春嘅一個文化嘅一個推廣嘅一個趨勢。頭先嘅訪問之前咧，曾經同你傾過偈啊，就係你都話喺佛山呢一個政府方面嚟講咧，會對未來咧會有更大嘅支持、更大嘅發展嘅喎。係啦，我哋咧就首先而家咧就發展得越嚟越好啦。從兩年一屆嘅詠春賽事，國際詠春賽事，而家就非常之重視，就改成一年一屆。咁喺賽事方面咧，我哋都每年政府都攞起碼200万出嚟。即係冇任何贊助嘅情況下去舉辦一個賽事係非常之難得嘅。咁我哋今年咧就舉行咗第四屆嘅國際詠春大賽。咁呢個詠春大賽咧，我哋喺呢個賽事又做咗改革，因為我哋想更加多嘅人參與。咁所以今年咧就除咗國外設咗海選之外咧，咁我哋喺國內嘅華東、華南、華北、西南幾個省市我哋都有設賽場，咁所以咧就設咗海選，咁揀咗啲優勝嘅選手先可以參加我哋個11月嘅比賽，咁所以呢次比賽嘅選手嘅水平咧就有所上升嘅。咁宣傳方面，我哋今年仲同中新社咁啊合作一個全國最大嘅一個媒體，佢喺美國嘅時代廣場都上咗我哋個宣傳嘅。哇，好厲害啊！係啊，所以而家咧就真係好重視，就係我哋去通過舉辦呢啲比賽，去推動所有全球學詠春嘅一個同門嘅一個相聚啦，一個交流啦，最緊要係咁樣。咁喺硬件方面咧，我哋本地政府咧就除咗係設咗詠春嘅主題公園，咁啊未來3年我哋即將打造一個全球嘅詠春交流中心。係。咁呢個交流中心咧，除咗場館嘅一個室內嘅一個展館嘅展示、資料嘅展示之外咧，最緊要有一個交流嘅一個場館。每年我哋都會舉辦大大小小嘅比賽，令大家有一個地方去大家進行一個交流。周小姐飲茶。飲茶，林師傅。嗱，張小姐啊。咁自從葉問宗師咧就將呢一個詠春咧帶到香港，繼而帶到海外咧，咁呢段歷史咧眨下眼有超過半個世紀噶啦嚇。咁而係譬如佛山呢個詠春嘅祖庭嚟講啊，你點樣同翻啲海外嘅詠春人聯絡咧？尤其係澳門方面係嗰個開展嘅情況係點樣樣咧？我哋通過網絡啦，通過同門之間嘅介紹啦，咁就逐漸咧就同好多門系嘅師兄弟就有交流噶啦。因為我哋呢度咧就從2009年開始，咁政府先真正去打造呢個詠春嘅文化，呢個傳統文化。葉問紀念館落成嘅時候，
咁啊，澳門嘅國術總會嘅同門就有一有上嚟，我都有嚟。係啊，咁啊就我哋同時都係舉辦咗第一屆嘅世界詠春賽。咁啊，大家就初步有咗個認識，澳門好緊要啦。問工去了澳門之後，到何金明師傅再開枝散業，很多教了那麼多徒弟，所以我們都非常之重視跟澳門這一支系的聯繫的。自從何金明師傅60年代在澳門開始教詠春，這50年來相信就在澳門學過的詠春可以講得話係嘅人有成千上萬嘅。其實你對澳門詠春方面嘅呢個團體，澳門詠春國術總會呢個團體咧，你有咩印象或者有乜嘢嘅意見咧？係啊，印象好深刻啊，因為我就去參加過一次嘅啫。因為工作關係啦，我都好感謝你哋盛情嘅邀請。咁我去到，我覺得你哋係一個好團結嘅，喺澳門國術總會嚟講，大家咧而且都好重視。即係著曬西裝啦，打曬呔啦，證明大家都係好重視呢個盛會嘅，好尊重呢個會嘅。咁同埋見到你哋嗰啲下邊嗰啲人，大家都咁團結，咁多人嚟。如果呢個會唔成功嘅，唔團結嘅，大家都唔想去參加呢個盛會，大家就會好散。但係我見到澳門嗰邊咁多師傅咁落力。去組建呢個會，好維繫呢個會，呢個係非常之難得嘅。詠春個黐手咧，主要咧係咩咧？靠知覺啊嘛，靠知覺咧，你感覺到對方個力喺邊度？我哋唔可以大力，又唔可以細力，亦都唔可以冇力，放鬆唔係鬆弛。鬆弛和放鬆是兩件事嚟嘅，黐手都是練習，練習嗰、那個如果有對似的地方你可以上落自如啊，追得到對方啲空位啊，咁樣一縮就被人進攻，所以就比較上，我覺得集中喺而家嚟講咧，如果到咁上下咧，要執對方嗰、那個。嗰、那個榜手靚唔靚？就係、是、呢、這個。同埋咧，我覺得因為以前我自己都係有咁嘅錯誤，所以都係有咁嘅問題。咁唔單止係榜手嘅，而家嗱，而家好似復手，而家我對方呢個復手，佢都縮縮地嘅，咁佢可以推翻啲出嚟，平衡翻兩手，咁佢個位置會好啲咯。當你被雙手被人制住的時候，你是那個榜手是出了來，一榜手出了來，你就要回轉頭去攻擊人。譬如我這樣打過來，你很自然就會你很自然就去燒好去勝，那為什麼你會就是榜眼的感覺還好過你開眼？你開眼就會慢一點，你的感覺會慢了，因為你靠個眼睛才到個腦，但如果你綁眼咧，你就直接就靠個知覺打出嚟。咁所以話咧，睇住咧就最唔好嘅。你睇眼對眼就好啲。如果你話睇手嚟黐咧，你知道我過，你都係慢咗一步嘅。所以綁眼咧就快過出手，快過你開眼嘅基本上。但你練慣咗咧就 OK 啦。你剝咗嗰個更加好。你練慣咗咧就 OK 啦。
我上擂台嗰陣時已經係1987年1月嘅事啦。嗰陣時咧仲係比較普遍講緊上擂台，搞好多比賽啊。澳門都有搞過嘅，好特別嘅。因為嗰陣時我85年都開始學拳啦。咁87年咧就有一個比賽，咁師傅就同我哋講話，上海有一個而家散打係仲係第一屆㗎，咁就睇下叫我哋有冇興趣玩啦。咁我哋嗰時淨係學咗，梗係好想去試下我哋學嘅咏春可唔可以出嚟打噶嘛？其實學過咏春都知道啦，咏春佢講嚟好比較注重一個中線啦、三角形啦，同埋力嘅運用咯。咁呢方面咧喺學拳入邊就係一個好大嘅收穫咯。咁喺擂台上用到咧，呢個係一個變咗一個自然反應咯。我覺得師傅第一招教我哋上台打，一定係攤打啦，因為攤打呢個三角形實在太好用啦。啊，當然唔係話個正身啦，佢永遠都係一個夾角、角馬同埋一個正腿，基本上呢兩個你可以用得佢好嘅話，已經係上台加埋個膽要大啲咯。其實最難就是要解決一個力嘅問題，因為原來咧上台咧對方係會掹你嘅，我哋一般人都會向後嘅。咁詠春就係話好得意啊，佢掹你咧要向前，你向前搭翻住佢咧。咁對方就達唔到你啊！其實呢個我係最大感觸嘅，啊，好啱啱將違反咗一個自然嘅一個係人一個習慣，所以我哋基本上都會向前向前，好少向後。我覺得呢樣比較緊要啲咯。詠春都30年啦，我30年前打，我早兩日30年之後去佛山參加咗一個黐手比賽，我其實我都好開心。咁啊，學詠春咧，而家係一個潮流啊！但喺以前嚟講，我亦都聽你講過，你爸爸係玩洋式太極嘅。咁而學詠春係你爸爸帶你去嘅喎。咁點解佢唔帶你學太極，而帶你學詠春呢？有啲奇怪喎。其實我細個係我爸爸帶過見我師公楊守忠嘅。咁但係後來大啲，咁就佢就識得我哋一個師叔伯，陳建熙師伯啦，係嘛？咁就因為識佢，咁就大家傾開詠春。佢話見咗之後，哦，原來詠春都係油嘅。佢話以前見嘅詠春都係好硬嘅，咁佢就冇諗住俾我學。後來見到我原來都係油，同埋快上手。我話太極要練好耐先用，咁啊，不如叫我學詠春啦咁樣。本身對於呢一個搏擊應用方面係特別有興趣，特別有心得咧。應該係話咧，冇咩嘢好容易上癮嘅。咁咧。初初學拳都冇乜特別嘅，咁學拳學啦，咁後來聽師傅解釋下啲拳理，咁我覺得啊，好妙啊，啲用法好巧妙，咁開始有啲興趣，真係轉落去咯。咁轉咗，梗係自然會教下打噶啦。咁啊，見有啲師兄弟去打，咁我又冇乜所謂，我又冇話初初冇話好想去打，又冇話唔想去打，反正就唔驚啦。咁啊打咪一齊去咯，打咪打，咁啊去玩下啫嘛咁樣，咁啊玩玩下就有啲癮。譬如上擂台打有泥，或者有個台，或者有繩，咁同喺街度打交，你覺得個心態或者個技術方面有用乜嘢唔同呢？其實技術就係、其實你最重要就係你基本技術做好啦。咁喺街可能好突發嘅，你唔知幾時喐，要突發去應付咯。同埋如果你唔係打慣，你可能冇個安全感，冇乜嘅，因為你唔知打到點噶嘛，之後點呢？人哋會唔會攞嘢咧？或者你打完之後，仲有幾多人喺後面跟住你？你唔知嘅。咁但係就係會睇埋其餘啲反應，你嘅觀察力要再多啲咯。咁擂台安全啲，但係都係靠自己噶啦。有咩事拳證趕唔切嘅，都係靠你自己噶啦。嗱，喺幾年前咧，香港電台曾經拍過一連串嘅有關功夫嘅一啲嘅片啊，專門放一啲嘅黃金時間嗰度播啊嚇。其中有一輯咧就詠春無話，就主要咧。就是由你擔綱，利用呢個公眾媒介去宣揚
對於我哋本身嘅詠春拳嚟講，係咪有個好大嘅宣傳作用？真係多咗人嚟，甚至唔係淨係我嘅，譬如我兄弟或者甚至香港嗰啲同門都哇，你嗰套詠春出街，我哋多咗好多人喎，係有咁嘅迴響嘅。咁亦都有嗰陣我諗頭出街一個月都唔夠，我哋上邊嗰度80多人一班。哇天台都滿咗，但我不擔心嘅，因為好快應該得翻好少嘅啫。係因為堅持落嚟非常。唔係因為唔止係咁，因為好多人就係覺得詠春好容易，伸一捶出容乜嘢，伸直隻手啫嘛。原來伸直隻手都咁難嘅。我哋平時有練黐手咯，咁黐手就係實戰上接觸之後嘅嘢嚟嘅。咁但係接觸之前咧，咁我哋就要練習一啲對於判斷個時間同距離嘅一啲習慣。咁同埋可以點樣逼對手喐，或者我哋唔係亂咁衝埋呢個手啊。如果你揾空位，咪呢度打，對方好易搏翻出嘅。嗱，我封佢嘅手入，佢就冇空位可以搏，我自己製造個空位出嚟咯。咁啊，詠春嘅腳咧，基本上都係最直接嘅方法啦。喺地下盡快就去咯，直線去咯。本來打呢度噶，打我嘅，咁我移開咗，個力點已經弱咗。我移開嘅時候，佢個腳去緊，我喺呢度已經打咗啦。因為呢個位佢好難燒嘅，你起緊腳，邊個都燒唔住呢腳。你隻手最多係掂下我嘅啫，擋唔住嘅。細個都係睇啲武俠小呢啲片啊，長大啦，咁一路就慢慢就中意咗呢樣運動咯。我自己嚟講就學過詠春啦，其他唔同嘅搏擊都會有嘅，所以在我哋在教拳過程之中嚟講咧，傳統武術嚟講就會以詠春為基礎，去在現代搏擊度點樣去融合啊？點樣去運用翻嗰啲哲理啊、權理啊，在呢個搏擊教學方面，特別可能上擂台方面咧，係點樣令學生可以更好嘅發揮出嚟咯？我哋要比賽嘅，我哋會用一個比賽模式去訓練佢。倒翻轉嚟，作為強身健體嘅，要強身健體嘅方法訓練佢。咁作為一個防身智慧嘅，咁因為詠春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防身智慧嗰啲功能喺度嘅，咁都可以作為一個防身智慧嘅方法去教學啊，咁樣教啲學生咯。當然我而家教啲包括我哋部門呢啲紀律部隊啲搏擊啊各方面啲嘢啊，甚至之前出面教啲防身術班咧，好多時都會將啲詠春嘅手法啊，同埋啲法力啊，啲理念同埋啲哲理啲嘢咧，係擺落去防身術方面去教學咯。因為防身術同埋擂台搏擊係要係唔同嘢嚟嘅，因為講得防身術嘅話，就係一個救命嘅招數嚟嘅。咁基本上嚟講，傳統武術好多動作就係真係叫做一係唔喐咯，一喐嘅話就對方係好危險咯。所以變咗嚟講，防身術方面咧，就係我哋會呢嗰方面會搞多少少咯。嗱，講到詠春嘅一啲嘅兵器，咁我哋要首先講六點半棍。呢套六點半棍咧，講起歷史方面咧，佢就應該係相傳係來自清朝，係少林寺嘅至善禅師咧就傳出嚟嘅。咁因此嚟講，佢亦都有一種少林棍法嘅特點。佢係一般棍，我哋有話單頭棍、雙頭棍，而六點半棍咧，即係好似我哋傳統嘅牙籤咁樣，一邊比較幼，一邊比較粗，係屬於叫單頭棍嘅，而且棍法亦都相對簡單，同埋對敵嚟講咧，都係屬於一個偏身啊、四平馬等等嘅對敵，而有別於我哋嘅二字鉛羊馬咁嘅對敵嘅。六點半棍咧，對我哋嗰套拳嘅幫助咧，就係、是、增加我哋嘅臂力啊、手力，對於我哋發拳啊，同埋即係個速度感咧，係有莫大嘅增益嘅。
所以即係佢係一種器械嘅幫助啦。你話講殺傷力咧，我哋嚟講咧係得嗰幾下嘅啫，冇花巧嘅。傳落嚟咧就係得6.5下嘅啫。學棍咧如果感覺上辛苦咧，就係用氣用力，用喺套拳嗰度咧就係好大嘅得益嘅。應該就由註冊香港政府社團註冊，就1967年正式註冊。咁呢個會址咧，1968年先至開始有嘅。咁都係一啲前輩先而去籌集一啲資金，正正統統咁有地方去教拳啦。咁呢度就50年歷史啦，已經。咁其實我哋葉問係詠春都。由民工帶嘅落嚟香港1949年到現在都60多年，咁其實詠春由香港冇人識嘅拳術，到今時今日全球我諗超過300萬人去參與緊我哋嘅詠春嘅學習所有嘢，尤其是近呢10年我哋所謂嗰套葉問嘅電影開始再推高我哋嘅詠春熱潮啊！咁作為一個總會，我哋詠春體育會叫做一個橋梁，希望大家去有一個所謂集合嘅地方，即係呢度就係祠堂啦，咁樣去有一個集合嘅地方，大家有一個互相去溝通嘅平台。所以體育會由1999年開始，都係啲我哋啲前輩師叔伯啦，去統籌咗一個世界詠春同人大會。開始到今年，咁小弟又去統籌咗第4屆啦，已經咁都係希望聯繫所有葉問系嘅同門，大家都係一家人。咁就呢幾年咁同阿麥主席就比較聯繫，即係大家溝通多咗。咁呢幾年我哋詠春體育會同澳門個詠春國術總會咧，就大家嗰個交流多咗啦。咁希望 keep 住咁嘅開始。繼續去我哋大家建立友誼，一路發展。現在的教拳方式不可以用舊時咁古老的命令式嘅咧，現在是要去慢慢去引導佢有興趣玩呢個運動先。而家教咧就要好多趣味性先得。即係要成日要留意啲學員嘅情緒啊，有冇話跌膊啊，咁啊，盡量
加多啲趣味性，唔好咁枯燥咁咯。咁我收徒弟第一個個要求一定要佢係個品格要好純正先得，就我怕啲徒弟學溝拳之後會招搖過市啊，撩舌鬥非。咁樣點樣帶佢哋去學習呢？就我當自己係一個園丁，去栽培佢哋，好似棵樹咁，一棵棵樹咁栽培佢哋去成長。因為我教咗咁多年咧，我有個感覺就係咁樣。我開始咧就冇教過中國人，一開始教咧就是外國人，佢哋嘅學功夫嘅態度咧，同我哋中國人好大分別。功夫是中國人發明的，發揚在外國。為什麼呢？我後期才發現中國人學功夫有一件事不好，太過儒家思想，宗師尊師重道。你有什麼不明白，你不會問的師傅的，好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尊師重道，師傅說什麼我就信的了，這些是最不好的。咁咧，外國人唔同，師傅得唔得噶？佢有個懷疑喺度，佢要你示範，佢自己要試。都係受電影影響啦，開頭咁其實完全係唔知道有即係詠春呢樣嘢，咁只不過係睇咗電影就覺得，原來有一個咁樣嘅武術，可能之前係聽都未聽過，咁就一直覺得詠春呢樣嘢好神秘咁。在機緣巧合之下，就可能接觸到澳門原來都有詠春呢樣嘢嘅喎，咁樣咁一學落嚟就覺得其實都幾啱女仔玩啊，因為可能運動量又唔係好大啊，又唔算話好激烈啊咁樣。如果喺澳門學武術嘅話，可能詠春比較多人學啦，同埋呢方面可能資源比較多啦，或者係多啲經驗啲嘅師傅。咁咁啱咧，我就睇到嗰陣時電視度播咧《功夫傳奇》，咁就見到詠春拳。咁其實我係由細到大都好想學噶啦。咁一嚟咧，我喺電視度見真係好爆，而我親身體驗到真係更爆，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傳統角色應該係咁樣嘅。我覺得佢哋套路咧所用到嘅動作咧，其實係易學難精嘅，因為其實我覺得詠春所用的動作其實跟我們一般用開的肌肉啊關節是完全是不一樣的，所以其實我要慣了詠春所用的動作和關節呢，其實是需要很多時間去領略的，所以其實不會覺得沉悶咯。是的。 I choose Wing Chun because mainly I used to be a gymnast in a high level in France.And we used to push the body like really hard during the training. And by practicing Wing Chun, I discovered like something more soft. And the key in Wing Chun is that you need to be relaxed. And when you are like a gymnast, you need to be like really tight, everything. And by practicing Wing Chun, it's like a different way by practicing. So it's really interesting for me and challenging.八斬刀其實就不是一把刀，其實是一對雙刀，亦都是比較短的一種的兵器嚟嘅。咁相傳咧，嗰陣時係廣東嘅水師啊，水師嚟講，即係好似而家我哋講嘅水警啊、輯師啊等等嗰類啦。咁佢哋嗰陣時因為是一個冷兵器時代，佢哋有可能會在執行任務嗰陣時碰到危險噶嘛。咁所以呢啲咧都係佢哋慣用的一種兵器，是比較短嘅，同埋係有個護手嘅。咁點解叫八斬呢？咁因為佢係嗰時係練習刀嚟嘅，並唔係一個表演刀。咁所以佢係有八個套路，向唔同嘅位置一啲比較簡短嘅刀法，以實用為主，並唔係以表演為主嘅。咁八斬刀嚟講咧，通用嘅馬步亦都大部分都會係我哋嘅二字鉗羊馬等等咧，亦都係比較好有詠春特色嘅一種刀法嚟嘅。係詠春拳咧。如果去到玩刀的階段咧，你必須經過咧所有嘅拳術，你要掌握曬啲拳術啦，腰馬樣樣嘢都好曬啦，先至可以玩刀嘅。
有杯啦，有杯啦，好啊！多謝各位咁咁熱誠嚇，走到嚟呢度，我哋傾下偈嚇。我哋都第時多啲機會嚟坐埋啦，係嘛？師傅教我哋教咗咁耐，你有冇覺得你自己佢同你講嗰啲乜嘢比較容易接受嘅、記得嘅？師傅其實咧來好多時咧，好重複講一啲嘢咧。即係當年嚟講咧，以為嚇順口講嘅啫。其實有時諗下咧，有啲意思嘅。即係你覺得你即係你玩拳之後，你覺得係有用嘅。就譬如話好得意嘅，以前講話你捉住個人啦，咁你點好多人好中意有呢個問題啊嘛。我而家咁樣捉實你，咁你點咧？咁即係有啲咁嘅問題。咁而師傅嘅答案就係、是。你捉實我，咪即係我捉實你。咁你初初就以為佢好似講笑咁，但係你再諗深一層咧，其實有啲意思喺度嘅。咁你自己個個都可以去諗諗。仲有另外，佢又可以講，一般人講功夫咧，就話快，乜都要快，最快就得㗎啦，快就乜都贏㗎啦乜嘢。但係佢講嘅咧就係話，風扇就夠快啦。就佢好中意講，你記唔記得？你哋都記得，咁就係呢啲咧，你諗落去有意思嘅。不過我啊記得佢成日都講，好似一樣道理啫。風強夠硬啊，你頂佢啦咁。即係呢樣成日都講嘅嚇。如果你講師傅咧教我哋嘢咧，我一生人啊最受惠，我師傅教我一句。怕打就中被打，咁我去同人哋打交啊，打完交人哋成班人嘅，我打完交我都惊，但系我都要行去佢面头铺头嗰度行一行，吓、啊、就向后边望下，好似我自己有班人咁，仲要去搜搜，其实我喺度震紧嘅，吓、啊、我仲要喺佢面前搜搜。其实你点样睇？詠春將來怎樣去發展呢？很多人玩詠春，但是現在演變了很多詠春都不是一樣的，不是一樣都是正常的，每個人都不同，每個人都不同的，是正常的，但是應該基本上有一些詠春的理念應該是一樣的，那些就是你們是 based on 一些這樣的理念去玩，譬如說一般來說我們那些中線啊、重心啊嗰啲其實都玩嚟玩去都玩嗰啲嘢嘅啫，來來去都係玩嗰啲嘢。但係咧一偏離咗嗰啲咧，就應該有問題啦。對詠春嚟講，我覺得你不論嗰個師傅教出嚟嘅心得喎，嗰、那個加腳嗰個改一少少，咁但係整體上都係最好係一樣，即係唔可以話差好遠。基本上嚟講咧，就係話咧，你點可以使到咧？这个世界里面是能够知道澳门的詠春是由这个何金銘的系列产生出来的，他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他怎样能够给到一个机会他们知道呢，还有认识到呢？其实都很简单，你想知道澳门那个澳门詠春国术总会现在嗰、那個科技咁發達，如果你有興趣有心嘅咧，你自己自然揾得到嘅。咁其實咧，我想知道咧，我哋拍呢套片嗰個目的啊，係會愛嚟有啲咩作用咧？以後嗱，其實嗰個片咧，今次拍咧就主要咧，即係維繫喺我哋何金銘師傅旗下嘅一班師兄弟。同埋跟住呢支水嘅發展，第日即係以呢個去目標咧，去做一個記錄出嚟。咁啊，等於我哋出咗嗰本五十年嗰、那個記錄嗰、那個嗰本紅色嗰本書，即係一樣。初出嗰本書咧，其實初出嗰陣時候，我每一晚都睇，好似我係功課咁嘅，因為呢本嘢係回憶錄。我真係睇到係唔捨得，咁而家你出到片，我又期待一下你嘅成績係點啦。